这是一部被称作婚姻教科书的神作，在如今离婚率高居不下的年代，也许每个人都该看看这部电影。特莱默夫妇结婚已经8年，他们熬过了7年之痒，又有着可爱的儿子，一切都趋于完美。可就在丈夫泰德升职加薪这天，妻子乔安娜却一反常态，她打包了行李，斩钉截铁要离开这个家。看着对方早已做好万全准备的模样，丈夫泰德一脸懵，他想上前挽留妻子，夺过行李想要好好谈谈，可乔安娜并没有给他机会，行李都不要了，只想离开家。泰德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他不抽烟不喝酒，也没有夜不归宿，这是世俗眼中的标准男人。妻子走后，家里空空荡荡，泰德不相信对方会抛下儿子一走了之，况且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，身无一技之长，出门只能睡大街。他断定对方过两天就会回来。隔天一早，正在睡梦中的泰德被儿子叫醒，因为妻子不在，他要开火起灶，可对于厨房的一切他都不熟悉，很快就弄得一团糟，还不小心烫伤了手。眼看上课时间过了，他才匆匆把儿子送到学校。老板对泰德上班迟到很不满，得知是因为夫妻间的矛盾，他提议对方把儿子送到爹妈家里，这样工作才不会分心。但泰德觉得是自己平时忽略了妻子，只要2-3天妻子就能回来，况且儿子缺少了母爱，不能再失去自己这个父亲。但带孩子没有想象中容易，平时妻子会跟儿子玩耍，但泰德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顾及，结果儿子一个不小心打翻了饮料，辛苦一晚上的样稿就这样没了。泰德气恼不已，冲儿子大吼起来。接下来一周，他尝试做个好父亲，但结果却不太理想。好不容易妻子来了信，泰德以为对方要回来了，没想到却是离婚协议书，并且妻子在信中表示自己是母亲也是独立的人，她不想被一种身份束缚，想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这些话儿子仔仔不懂，他只知道母亲抛弃了自己，故意调大音量掩盖自己的伤心。泰德看出了儿子的异样，为了避免被悲伤的情绪环绕，他打包了妻子所有的行李放在了储物间。接着泰德就公司幼儿园两头跑，有时候因为对接客户他会加班，有时候公司聚会他会推掉，但免不了有疏忽，这次他就忘了接儿子回家。7年之痒后，恩爱的夫妻最终走到了尽头。乔安娜不愿意成为一辈子的家庭主妇，抛下孩子去追求新的生活，泰德只能一个人带孩子，他常常忘接儿子回家，这天又是如此。仔仔很不开心，晚饭也没怎么吃，泰德不知道怎么安慰儿子。晚上哄人睡觉后，他在仔仔抽屉里发现了妻子的照片，原来儿子想妈妈了。几个月后，两人已经习惯了没有乔安娜的日子，泰德熟练了收拾家务，做衣洗饭，儿子也学会了帮点小忙，虽然说话少，但气氛还算融洽。有了对儿子的牵挂后，泰德没有像之前那样天天加班，他学会了抽时间陪伴儿子。有时候泰德会想，如果当初妻子在的时候，自己能多为家里考虑一些，是不是感情就不会走到尽头。时间久了，泰德和单亲妈妈的邻居大美走到了一起，两人会彼此分享育儿经验。想当初大美和丈夫闹离婚时，泰德还奚落过她太自私，不过自从全方位接手妻子的工作后，他才明白家庭主妇也很不容易，每天被单一机械的流程所束缚，根本抽不开身。因为忙于照顾儿子，泰德加班少了，老板很不满，三天两头找茬，他心中憋着一股气。没想到回到家后，儿子不吃晚餐，吵着要吃冰激凌，泰德明确拒绝，可儿子却自顾自拿出冰激凌吃了起来，此举彻底惹恼了泰德，当即将仔仔关了禁闭。哭闹声从房间里传来，泰德心累不已，他喝了杯酒，最后房里没动静后，他才进去给儿子掖掖被角。不料仔仔也没睡着，他主动跟父亲道歉，希望对方不会离开自己，他认为是自己太不听话，所以妈妈才会离开。泰德承诺说自己永远会陪着儿子，并解释到妻子离婚的原因是因为自己。泰德滔滔不绝，他意识到自己忽略妻子太久，曾经不止一次妻子想要寻求安慰和理解，但自己从来不肯听。现在泰德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，他是时候要做一个好父亲。此后泰德尽量陪伴儿子的每一步成长，努力和其他妈妈做的一样多，但没想到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，儿子从游乐设施上摔落，浑身是血。男人忙着跟人打情骂俏，导致儿子从高处摔落，他浑身是血，眼睛差点被扎。泰德惊慌不已，抱着儿子冲进了医院，在往脑袋上缝针时，6岁的儿子疼得大叫，
泰德自责不已，女邻居也十分内疚，看到对方哭了出来，泰德安慰对方，并趁机提出了想要结婚的念头。就在儿子伤势好转，自己的感情也趋于稳定时，消失一年半的前妻突然出现了，两人约在了咖啡厅。不同于一年前的忧郁，乔安娜看起来焕然新生。她表示自己在纽约做设计，最近才回来。这些天乔安娜一直偷偷看儿子放学，但是没敢上前打招呼。两人的聊天十分平和，乔安娜也解释了自己当初离开的原因，她是妻子，是母亲，但从未做过自己。乔安娜意识到自己心里出了问题，又没能得到泰德的关心，这才想跳出原来的生活。现在赚到钱后，她想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。听到这话，泰德瞬间变了脸，他爱儿子，不愿拱手于人，况且是抛下孩子的人。双方都找到了律师，不过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场官司不好打，必须罗列出对方的种种缺点，便于证明不是合格的监护人。两人都绞尽脑汁，势必要为这场官司拼个你死我活。可就在开庭前，泰德被炒了鱿鱼，因为老板不满他现在的工作状态，于是泰德马不停蹄找新工作，可接连几家都没被录取，他只得放低要求和薪资，这才找到了新的工作。泰德刚松了一口气，律师就打来电话，说乔安娜想见儿子，这种诉求很合理。没办法，泰德只能送儿子去公园。在看到母亲的那一刻，仔仔立刻抛下泰德，奔向了母亲的怀抱。很快到了开庭的时间，双方开始对簿公堂。乔安娜表示自己毕业于名牌学校，现在也有稳定的工作，年薪也高。在之前的那段婚姻中，她丧失了自我，现在她坚信自己能带好孩子，这番话无懈可击。但泰德的律师也不是吃素的，他表示在两人的婚姻中，泰德没有不良嗜好，也没有背叛家庭。然而乔安娜还是选择离开，这是否也意味着她不善于经营家庭关系？听到这话，乔安娜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她这才意识到其实婚姻中不只是一方的过错，往往是双方的问题。为什么当代年轻人都不想结婚？也许这部电影会给你答案。一经上映便狂揽多项大奖，并大幅度降低了离婚率，每对夫妻都该看一看。泰德和乔安娜和大多数人一样，拥有吃穿不愁的小康之家，遵循着最大众的生活方式，男主外女主内。但七年过去，爱情变成亲情，丈夫开始疏于家庭，妻子则厌倦了单一的主妇生活，最终选择了离婚。他们的孩子成为这场婚姻最大的受害者，但最后他往往还会面临父母争夺抚养权的官司。法庭上双方撕破脸皮，泰德表示母亲有母爱，但父爱也不比母爱少，他坚信自己是个好父亲。可因为之前他曾让孩子受伤，最终泰德输掉了官司，他没了家庭也没了儿子。一般来说，法庭通常会偏向母亲。听到结果后，泰德还想上诉，但听到需要传唤儿子本人后，他瞬间冷静了，最终决定了放弃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泰德故作轻松跟儿子说他要跟着母亲一起生活，儿子没有想象中的开心。听到这话，儿子痛哭起来，他爱妈妈也爱爸爸，无论跟哪一方生活都没有理想中的幸福感。送儿子离开前，泰德早起做了丰盛的早餐，又收拾了儿子的所有行李，现在只需等待前妻到来将人接走就行。等待的时间是难熬的，几个小时后乔安娜还是没有出现，最后只打了一个电话，她想要单独约泰德谈谈。原来她也没有做好准备，她爱儿子，不忍心对方再去适应陌生的环境。看到对方如此痛苦，泰德意识到自己和前妻都一样，对儿子的爱无以复加。到了故事最后，并没有写明儿子到底跟着谁生活，但结局已经不重要。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爱只占了一部分，但在孩子的世界里，爱是生活的全部。除此之外，影片对男女关系的剖析也十分前卫，女性不该被束缚，男性也可以回归家庭。